奇奇怪怪的大人呢。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杨超越，然后我算是我们团队里面的麻烦了，所以希望这次的舞台有让各位创始人们满意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我在厕所看到人鱼偷偷在掉眼泪。大家好，我是拥有多重人格的百变少女刘人鱼。我们组是个唱作组，然后其实我们在唱作方面已经度过了很多难关了，我们想要给大家展现出我们更好的舞台，所以我不哭，所以请大家多多为我们点赞，谢谢，快来 pick 我们吧。哦，也为我们的声音多多点赞，一定要让它留下来。